接着讲，卷发菩提新闻。大臣庄严经纶云：九劫行上勤，立物心无退，令生一念善，况欲算无量。菩萨观见能让众生产生一刹那善心，即使要经百万劫精进，也毫无倦倦。如果没有长远心，在遇到众生难度佛法难行时，真能心甘情愿百折不饶吗？凡夫的习性呢，多半时间呢一长就无心力屈辱，就会只顾自己算了。以这样的心态能快速成佛吗？所以呢，坚固长久的菩提心才能快速成佛。这段话呢，我们也不能够理解偏了我们也不能逮着一个众生就死 K 强迫也没有用一切事物呢都有的时节和因缘，所以说呢我们对待众生不舍弃众生这就是长远性。所以说前天也讲了对待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呢，你要不要说其他道的，就光人道的这么多力，我们这一生怎么度得完所以说我们两个字等等平等的等，等待的等，两个等，那么有了这就不舍弃众生了没有舍弃众生的心，生生世世一直这么行持下去，那我们呢越行持呢，我们这个苦越少，安乐越多。在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是自己的业习呢越来越小，贪欲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要急于求成你恨不得几天是吧，弄几下就想把那个习气除掉，那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今天教你们打太极拳一样你看我的动作很简单，但是那都是几十年的功夫在里面虽然我也不是天天打年年打，但是呢这也是几十年的功夫在里面你看上去简单，但是呢得慢慢来修行也是这样，慢慢的不着急，但是呢也不要懈怠度众生也是这样的，不急不慢不懈怠但是也不要执着不要这个有强迫症这个强迫症是很难受的自己也难受，别人也难受。勿懈怠而无勇猛不要懈怠呢而没有勇猛心，但是呢又勿萎靡而不振起，不要萎靡不振应该振作精神。勿因循而期待因循呢就是照老样子不改今天等明天了，找理由说我还有事没有了结，等我安排好了再来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不必拖泥带水，应当机立断，不然这一耽误呢又不知道要延迟多少劫在轮回里面吃苦。以自私自利的心态障碍开发如来藏所以现在就要努力发菩提心，以菩提心来要求自己早发晚发都是要发的，你发了呢但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发心就是发长远心是吧，从现在开始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安乐的路让自己越来越安乐，让众生越来越乐，让自己越来越解脱自由，让众生解脱自由这样大家一起来同行菩萨道你看这多好所以这个修行是非常快乐自在的路，自由的路我们不要给自己压力不要纠结，没有什么好纠结的，我们一定走向了最光明的大道是吧，纠结什么呀，不管什么障碍现前了我们都要敢于面对，不要害怕那天我在这个书桌给他们开始我们就是被烦恼业障踩在脚下，也得啃他的脚趾头挠他的脚底板是吧也有用是不是说不定挠着挠着他不就是把脚缩回去了，那我们又可以爬起来继续战斗是不是，又有这样的精神，就是被打败了虽然说
啊，烦恼业障重，但是呢，我们就是被压在底下，但是我们心是还是啊有这种勇猛的心，没有失败的时候，失败都是暂时的。虽然业障来了，但是我们心里菩提心不要忘，就没事啊，什么业都可以过得去啊。你只要不忘失出离心、菩提心啊，任何业都会一点一点的减弱、减少。勿因愚钝而一向无心啊，不要以秉性愚钝而一向无心进修。愚钝是以往自私自利，造多了恶业，障蔽了心灵，这也只有靠发菩提心才能逐渐的消除。所以业愚钝也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多利他，就能够逐渐消除障碍，打开心结。勿以根浅而自蔽无分啊，不要以自己的根基浅薄就自卑，认为自己无分，大地众生皆有佛性，人皆可为尧舜，人皆可成佛。事实上没有天生的世家，自然的弥勒。我们肯用功修行，根浅栽培久了，自然就转成生根啊，所以不必妄自菲薄，轻视自己啊。以上讲了发菩提心要远离八种不正心态，就是畏难心、轻浮心、求速心、懈怠心、萎靡不振心、因循期待心、无动于衷心、自卑心。那么这些要一一啊在自身上检查，发现自己有哪些不良心态，就尽量的设法改正。这些心态呢，都是过去生中啊，在失败的时候啊，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呢啊养成的一种不正确的心态。那么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这些心态都有可能会呈现出来。这个没关系，一一改正啊，慢慢的改啊，改正自己的不良习性呢，也要下定决心慢慢来。决心是要下的，但是要慢慢来啊，要相续，就是啊，慢慢来的意思，不是叫你懈怠等待的意思啊，不是叫你等待，像纺线一样，虽然不太用力，但是你要不停的纺，不停的这个转，是吧？啊，那个纺线其实它不是很费力的，但是它要不停的转。这样才能够慢慢的出出线来了，因为织布要大量的线嘛，你一点点线是不够用的啊，所以说要就像纺线一样，修行也是这样的啊，要不急不慢，快了这个线就断了，慢了它就打结了啊，纠结在一起了，不急不慢呢要不停啊，相反呢要努力具足八种善心：无畏心、因重心、长远心、勇猛心、振奋心、果断心、一向有心、自尊心。按这样修持呢，就能把自己栽培成合格的大乘法器，真正踏上自利利他的菩萨道。下面呢，以比喻劝勉后进哈，不必妄自菲薄、自暴自弃，那是去发心的好因缘。这个譬如种树啊，种酒则根浅而日深，又如磨刀，磨酒则刀钝而成利啊，也像滴水啊，滴水之酒呢自然就穿石啊啊，岂可因浅勿重，任其自枯，因钝伏磨，直至无用啊，就不能够因为根浅不重啊任它枯死，也不可以因刀钝而不磨，放置它不用啊。在根基浅薄的呢，更是要自强不息，人贵有上进心，心一发起来就开始有转机了啊，不枉为自己了啊，还为一切众生，否则呢连上进心都泯灭了，那就永沦下劣啊，无可救药。事实上这一念转过来，就开始在转钝为力了，转浅为深了，久而久之效果会日益显著啊。古人云，行人补拙，别人付出一份努力能达到啊，我们付出十分努力也能达到啊，就是做什么事呢得用心，是吧？
用心花一点时间啊，你看做什么事都专心全神贯注的去做，没有做不好，再笨的人他都慢慢都会了啊。那又若以修行为苦，则不知懈怠忧苦；修行则勤劳暂时，安乐永劫；懈怠则偷安一世，受苦多生。如果呢以修行为苦啊，岂不知懈怠就更苦啊？修行是一时啊，勤苦啊，最后呢获得永劫的安乐；懈怠啊，这一世安逸啊，造成多生累劫的苦难。如果我们深明大义，就只会为了自他就近长远的利益而舍弃暂时的五欲享乐啊。这个五欲享乐其实是一种啊习气啦，就是说你需要的时候你就非要不可了，当你戒除了的时候，你反而不觉得五欲是快乐了啊。如果我们只追求眼前的享乐，不考虑后世解脱和成佛，那不久就有生死和恶趣的大患来临。那么这个我们一定要对这个坏苦啊，一定要想清楚啊。就是你现在觉得它是乐，但你一旦戒除了的时候啊，你发觉了这根本不是乐啊，它就是苦。所以说我们不能以苦为乐啊。事实上我们在享乐的时候呢，都是因为有苦才要去消苦，然后呢贪着这种消苦的过程，他以为是安乐，是吧？那个五欲来了呢，都要去消除它啊，然后呢就产生所谓的安乐。那个是安乐吗？啊，我们要在这个时候要好好的体验啊，我们每天都在体验的啊。坏苦来了，你千万不要不要像以前那样立马升起贪着心。凡夫都是这样的，安乐现前的时候立马就是起贪着心，你那个心呢就完全沉浸在那种安乐当中，觉得很开心很舒服，贪着那个东西啊，心里面立马就会起贪着心的啊。对这种坏苦啊，任何凡夫呢在不修行的时候都是几乎同时起这个贪着心，那么增长这种贪喜。那我们修行人呢还得去，是吧，解除痛苦啊，也会产生这种坏苦。那么这个坏苦来了呢，我们立马就体验它是苦的，保持一个客观平等的心，你不要掉在那个坏苦里面，你把你的心啊解脱出来啊，客观平等的去看这种觉受，你就会观察到这个觉受原来是苦，只不过苦呢暂时消解了。你会感受到那是这种啊，苦的那个苦就是在那里，然后那个苦在消解减弱啊，然后 你不贪了，苦减少了有什么好贪的呢？就像治病那个病苦减弱了，是吧，我们也觉得有一种安乐，你心里面也会产生一种安乐感。那么平常呢我们的五欲呢只不过没有像那种大病的时候那么难受啊，大病的时候是苦苦现前了，是吧，苦苦现前的那就非常难受了啊。这个五欲呢它属于烦恼啊，它还不属于这个苦苦啊，它属于烦恼，烦恼当中其实同时也是带着这个苦的啊，本来就有苦苦在里面的，没有苦苦啊也生不起烦恼，没有烦恼也不会增长这个苦苦和坏苦啊，它这个是互相增长的，烦恼增长三苦，三苦也会增长烦恼。我们要常想，现在暂时修行吃苦，能灭除无量劫的大苦，获得永久的寂灭之乐。所以应该呢刻苦修行啊，刻苦修行。世间人呢为了五欲享乐呢都能够吃苦耐劳，何况我们发愿成佛度众生，更应该日夜精勤的修行。大乘庄严经论云：呵护众生但懈怠丑非甚，未解自他护精进应百倍。既然发了菩提心，呵护起立身的重担，那就应该遵循承诺，为了证得无上菩提行持六度万行如果立了誓言，
不精进修行反而懈怠，那就极不庄严。声闻人为了自己断除业惑，都知道这事要像钻木起火般不能松懈，何况菩萨发愿断除自他的一切业和烦恼，更应该比声闻百倍的精进。况乎以净土为周行，则何愁退转？又得无声为忍力，则何虑艰难？况且呢，以净土呢做周行呢，一往生净土就成为不退转的菩萨啊，位不退，不堕生死；行不退，不堕小乘；念不退，念念流入一切智海，根本没有退堕的危险性。而且呢，往生西方的无生忍的力量，就可以分身成刹，自在度生。根本不必要顾虑度生艰难啊，就越往后肯定是越容易了哈、你的苦也少了，你自己的烦恼也少了啊，五欲也弱了，很淡了啊、你很清净自在啊，你没有五欲，这个五欲强的人很难受的啊。当然了，不以净土为方便，中下根人也有发心后退转或者度生不堪能等的可能性。由此呢，对发心难免犹豫不决。现在既有净土的易行道，又有弥陀的大愿做保障，一生西方就可以圆满菩提心，所以呢，不必要担心顾虑。当知地狱罪人上发菩提于往劫，岂可人伦佛子不离大愿与今生？要知道啊，连地狱里的罪人啊，都能在往劫发菩提心，即可人中佛子不在这一生建立菩提大愿。地狱的罪人呢、有些都在往劫发菩提心。我们有幸得到暇满人生，贵为万物之灵，又皈依三宝，成为人中尊贵的佛子，怎能不立大志呢？地狱众生在那样深重的业障下，还能发菩提心？我们具备内外因缘，为什么不发菩提心呢？陆行论云：暇满人生极难得，记得能办人生利，倘若今生利未办，后世怎得此圆满？我们这一生呢，能在自己相续中发起菩提心，才不枉费得一世人生。发起来的那个勇猛精进，你浑身都是劲啊！这个有佛菩萨的加持啊，佛菩萨无处不在哈。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发了菩提心，那个真的是得灌顶了，这才是真正的灌顶啊！给你灌菩提心顶，你发菩提心以后，师父给你一讲法就是给你灌顶。师父这几天你看给你讲，如果你有菩提心的种子啊，你的菩提心已经发起一点来了，然后师父一讲，就等于是给你灌顶了，这个才可以灌顶呀！就像这个太子长大了要接位之前给他灌顶了，是不是啊？你太小了还不行，所以说你要先修菩提心，修到一定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师父给你灌顶灌菩提心顶，那个你就得到了，这个就不一样了那个是增长力量了。你菩提心不忘失的话，诸佛菩萨就常住我们的心中一切诸佛菩萨都加持我们，你这个能量有多大只要跟你有缘的诸佛菩萨，他的能量都跟你的心就连接起来了，联网了，是不是你看世界上任何一部电脑里面的信息全部都有了，是不是那你连上了连上了就一体了就跟电脑一样的一连上一有都有了，一切都有了你信号弱就老找不到，是吧？甚至信号弱是你自己的问题，是吧？你老断线或者信号太弱你自己的心呢，心力不够你只要发心的这个心力够了，这个就像那个信号墙一样的诸佛菩萨的愿力呢就在我们的心中这个时候呢，你就干什么都是在利益众生，能睡吃饭睡觉都没关系菩提心呢，连睡觉的时候都功德都在增长。无始昏迷亡者既不可见，而今觉悟将来忧上可追，
然迷而未悟，故可哀怜；苟知而不行，又为痛惜啊！无始以来，迷惑颠倒已经无意义的虚度了无量世啊！时光不会倒流，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今天觉悟过来，未来还无限的长远，还可以创造美好的前途。然而呢，痴迷不悟固然可怜，明知而不实行更让人惋惜啊！我们是明知啊，明明知道了，你还什么？你还犹豫啥？是不是？人生除了这一条光明大道，还有什么呢？就这句话，我们就放在心里面慢慢想了。人生除了这一条光明大道，还有其他的什么光明大道啊？没有。我们只有发菩提心，才能实现我们的生命大义啊，才能为自他摄取无限的利益。为什么不幡然醒悟呢？难道饥逢王善宁可饿死也不吃吗？王善就是皇帝吃的大餐啊，你还饿死，你看看你多可怜，多可惜。若惧地狱之苦，则精进自身；若念无常之术，则懈怠不起。如果我们畏惧地狱的苦啊，自然就会精进了；如果我们意念无常的迅速，就不会生懈怠心了。啊，那地狱之苦呢？有些人还是没看见啊。如果真的你要是看见地狱苦了，你啊，你吓得都不敢睡了啊，赶快精进了。啊，那无常迅速呢？我们是天天能看到，但是呢，不往自己身上想，那都以为自己还能活很久很久啊，实在不一定的哈，谁也不知道啊。原来像我们那个常住洪显啊，你们大家都认识他啊，他也挺可惜的啊，他也之前到这里来啊，就是我救了他两次命了都，他还是懈怠啊，他自己也是业重嘛，业重，但是他还是真的不知道无常迅速，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能活几天。如果他知道自己只活这么多天，我想他肯定应该会精进啊，他肯定会，并且他到后来都糊涂了，你看多可惜啊！如果他勇猛精进的念佛，也不会有这一天啊！他即使寿命短，但是他到临终的时候也能够正念分明啊啊，面见弥陀呀 啊！但是有点可惜，甚至他也闻到了法了，教理他都懂。啊，那是北大的研究生毕业的，难道不懂吗？是吧？讲起来他都会讲，但是他没好好修，啊，业障呀，有业呀，他要做事，然后你坐不住，那他不愿意打坐，不愿意精进，是吧？总觉得这个好像无常跟他没有关系，啊，总觉得自己还能啊活个十年八年啊，或者更长，没想到一两年就没了。你们要把这个无常往自己身上想想，我看你也没有时间打妄想了啊！你还睡晚上，你还有时间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吗？啊，天天闻法发心，忏悔啊，念佛了。想一想，无始以来造了多少罪业，一气不来就成为地狱烈火中的炭灰啊！趁着一息尚存，只有精进修行才能拯救自己。净土在前，地狱在后。清修便往生净土，了断旷劫轮回；懈怠便堕入地狱，万劫难复。常念无常迅速，一生光阴稍纵即逝啊！人生何其宝贵，怎么能无意义的浪费呢？啊！一想到这里，有一刻光阴，就要做一刻的修行。这个心呢，要提起来修，不能够懈怠啊！所以说我经常讲啊，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除了闻法禅修。然后就是做饭吃，我们现在托钵没办法就做，我们出家人也最多就是做饭，稍微花点时间，有些地方居士们发心也可以，没有居士发心我们自己做点饭，也就这样了，是吧？剩下的时候你还有哪有时间去搞那些，是吧？没有意义的事情，有些人就经营一个寺庙，是吧？搞不完的事。哎呀，我是觉得这到底是出家呢，还是干什么啊？出家出的变成了去经营一个寺庙了啊！出家人整天不
知道在干什么啊，不天天闻法，不天天熏习这个佛法啊，天天去干杂活，你怎么可能会有成就呢？就光这个无常都要天天熏的呀，啊，一不熏习，然后就开始懈怠了，就开始烦恼来了，是吧？你这个无常都没有修好，现在很多出家人的庙里面就是这样，不听法，啊，无常道理都懂，但是平常他不熏呢，他不熏习的话，他就精进不起来呀，啊，天天给别人念往生，天天给别人送生，是自己呢还是啊，心里面就想着怎么样的多赚点钱？啊，回家过日子，你看天天给别人做佛事啊，但是自己都没感觉啊，他不闻法当然是这样的。又须以佛法为鞭策，善友为提携，造次福利，众生依赖，则无退失之余矣。啊，又以佛法呢作为鞭策啊，鞭策自己。又要依止善友，互相提醒、勉励、携手。共进啊，这也是师父经常强调的啊，要有善友，一直善知识，志同道合的道友，这样时时不离佛法善友，终身依赖佛法善友啊，就不会有退失的忧患啊。所以你们大家一定哈，不要离开这个我们这个团队啊，大家是善友啊，互相的依靠啊，互相的提醒勉励。啊，这个很重要的呀，因为每个人都有些时候会容易懈怠啊，啊，有些时候会犯业障啊，啊，互相帮助啊，携手共进啊，啊，所以说僧团和合很重要啊，你不和合怎么携手了？是吧？勿言一念轻微啊，勿谓虚愿无益啊，心真则事实啊，愿广则行深啊。虚空非大，心王为大，金刚非坚，愿力最坚。啊，莫说一念轻微，莫说虚愿无益，发心真切，事变真实，愿力广大，行变深切。虚空不算大，菩提心最大，金刚不算坚，愿力最坚。经云：诸法依缘生，注意意乐上，何则发何愿？将获如是果啊！一切缘起原本在自心上，心作心事，丝毫不爽。是心作地狱，是心是地狱；是心作人天，是心是人天；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呀！生存迷雾，趋祸趋福，全在一念间。所以一念关系甚大，不能说轻微呀。过去啊，有一个叫玉头兰妇啊，在水边林下修习飞翔飞飞想定，每次快得定时呢，都被鱼鸟干扰惊动，他因此动了一个嗔心，发愿以后做飞鲤啊，入林食鸟，入水吃鱼，后来修成了飞翔飞飞想定，往生天界，安住八万劫，受完天报，果然作为飞鲤身。啊，吞噬鱼鸟。啊，这里呢，玉头兰符呢，发的是损害众生的恶愿。一般人会认为那只是一个心里想想而已，不会出现严重的后果。结果怎么样？啊，恶愿的种子存留在80天中，尽管经过80000大劫，那么长久的时间也没有丝毫的成全。当因缘会遇的时候呢，就像啊一颗长期潜伏的定时炸弹。啊，被引爆，啊，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量，啊，这个是因果不爽啊，哈，这个因呢，种下去以后，它没有成果之前呢，它一直在那里，啊，你除非你忏悔了，你通过忏悔，那个种子会坏掉啊，种子坏了就不会发芽了，是不是？忏悔是可以坏种子的啊。我们想，既然恶愿都能够实现，当然善愿更不会落空啊。我们发的成佛度众生的大愿，必然会让我们在未来成就佛果，普度众生。如果只有恶愿能成熟，善愿反不能遂愿，那这个世界就只有恶人能够遂心满愿了，而30诸佛却无疑能成就佛果了。实际上呢，有无量无边的众生都是由菩提心成就佛道。
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必定如此。神僧传的这个公案，古代有个僧人呢，在石佛像前呢嬉笑发愿，如果今生不能了生死，愿我来世做威武大臣。后来果然成了一名大将军。为什么开玩笑发愿也能变成事实呢？就像再微弱的火也有燃烧性，不精心的戏愿也会起作用。因为他当时说的时候，其实心还是有虽然说是这个戏言呢，他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他为什么不发愿做别的呢？是吧？他肯定是羡慕这个威武大臣的，过去是具有这个种子。所以说呢，他这个石佛前嬉笑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就现出来，他就发这个愿这个愿呢虽然是带有点玩笑但是呢这个种子已经在成长了过去就有这个种，所以说呢他才发得出这个愿来。那么这个愿呢等于说这个已经在增长了虽然看似玩笑，实质还是真半开玩笑的，这不是完全的玩笑中国人有句话叫半开玩笑他这个就是半开玩笑，半开玩笑的这有真的一部分。可见呢因无虚气发愿力何时也无空耗的我们能诚恳发愿，力量远超前者，当然起到的作用也更大更持久。神僧传里面还讲到一位出家人的博通经论所到之处却无人请法，他为此唉声叹气旁边有僧人对他说，你学佛法没听说未成佛先结人缘吗你虽明了佛法但没有人缘也无可奈何啊。出家人说，难道就这样了此一生吗那个僧人说我来为你代办。说完问他有什么积蓄，他说没有别的，只剩下一件衣料。僧人说这也够了。说完呢就变卖衣料买了些粮食带他到一处幽深的树林找到一块禽鸟昆虫多的地方，把食物放在地上，再叫他发愿，之后嘱咐他说20年后才可以开法。僧人遵照嘱咐，20年后开始传法，多年受他教化的都是那些接受施食的禽鸟昆虫。像这样由别人的发愿都能够摄受虫鸟脱离异类，何况我们是主动发愿，怎么不能够利益自己和众生呢他不停地布施，那布施的时候呢跟众生结善缘，结善缘的时候他肯定是带着这个心的，因为他要讲法嘛，他想度众生，那么他给禽鸟布施的时候肯定是心中带着这个愿的。过去呢要真的是要广结善缘的过去呢像你们在家菩萨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在家的时候就是善待一切众生，广结善缘，那么呢你这时候出家以后呢就会有很多人来听你说法，对你有信心。佛在世的时候由于国人民难以调化，或说他们以目犍连有缘，就派目犍连前去度化，结果都愿意接受教化。有人问佛，他们和目犍连有何因缘呢？佛说，往昔目犍连是位樵夫，在山间惊起一群蜜蜂，目犍连当时发善愿说，我得道后度化你们，现在这一层人都是当年的蜜蜂，所以呢心发什么愿就会得什么果，由以上公案可知发愿具有真实的作用。白夜经里面讲到，许多修行人往昔在三宝前发愿，以发愿力后来都如愿以偿，这些显示了心力不可思议，缘起力不可思议。以大乘发愿来讲，大乘的发愿呢是成就自他二力之因，菩萨依靠发愿能在今生和来世承办二力，而且呢虽然没有以身口意专门施行其事只是先发愿嘛，只是用心按内心的愿望来祈愿，但以此就能够在今生产生果报，并以此愿承办未来的一切大义。我们在经中看到，具福德力的菩萨呢，由发愿力以无量身、无量光明、无量神通承办自他力，其境界以语言难以描述。这个境界语言难以描述，
啊，菩萨呢到了一定的境界，他度化众生都是无形的啊，人家说任物系无声呢，菩萨是这样子的啊，你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你的身边利益你，在心中加持你啊，在你的身边怎么样的视线然后引导你啊，你不知道的，这都是佛菩萨的愿，只要跟他有缘，在不知不觉中被佛菩萨引导。佛菩萨不光引导我们每个人，佛菩萨呢在引导我们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当然了，众生的业力也不可思议，佛的愿力呢也是不可思议，这两股力量都在起作用。所以说呢，一方面佛菩萨的愿力在，但是呢众生的业力也在，佛菩萨呢用他的愿力来引导众生啊，这两股力量就是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啊，并不仅仅是众生的业力在起作用啊，还有诸佛菩萨的愿力也在这个世界上同时起作用啊，佛菩萨可以看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总而言之，以愿为因，随遇结成，而且未来也必将以愿力显现愿果，身放光明，口发声响等等。入行论云：摩尼如意树，无心能满愿，又悉发愿力，显示诸佛身。心真这事实啊，心是事的作者，心真了，事就不虚。愿深则行广，虚空非大，心王为大。楞严经云：十方虚空深入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理，况诸世界在虚空也。啊，十方虚空啊，在你心中啊，就像一片浮云点缀在太空里，何况诸世界在虚空中呢？有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故说虚空非大，心王为大。再从世俗菩提心来说，大悲缘一切众生，智慧缘无上佛国，广大无量，长远无尽。从这个心量上说，也是虚空非大，心王为大。金刚非坚，愿力最坚，是指的金刚会被摧毁。大智度论上说，世间的金刚放在牛角上就可以被摧破，而愿力则无法摧毁，其实虚迷可崩溃，事还会枯竭，愿力也终究不会被四大所损坏啊，愿力啊不会被四大所损坏。只要我们内心不舍弃大乘的发愿，这愿力就永不消失，会尽未来机不断发挥作用。普贤行愿品说，到了临命终时啊，最后一刹那，那身体诸根要晒换，亲人眷属要舍离，权威势力都退失，福相大臣功成内外，相马车乘珍宝服藏无一跟随自己，唯有愿王不相舍离，一切时中引导其前，一刹那清即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世间事物都会坏灭，唯有愿王不相舍离，愿王在心，遭遇生死劫难也了无损坏。大众诚能不弃我语，这菩提眷属从此联姻呢，联社宗盟，至今地好啊，如果大众真的能够不弃我缘呢，那么呢今日相聚因缘非同小可，我们从此结拜成菩提道上的亲友啦，成为永远不分离的菩提眷属，而且彼此结成联社，共同发愿往生西方，这是多么好的菩提因缘呢、啊，所愿同生净土，同见弥陀，同化众生，同成正觉。我的愿望是我们一起往生我们的故乡极乐世界啊，一起面见我们的慈父阿弥陀佛，然后一起教化众生成就佛道，这是我们向往并一致行驶的成佛之路。
我们共同发愿生净土，见弥陀，度众生，成佛道。实际上是选择一条殊胜的成佛之路，就是选择今生往生净土，登不退地，由此成佛度众生的菩提路。啊，这个是净土中的祖师呢，他当然最后还是要导归净土了。这安知未来三十二相百福庄严不从今日发心立愿而起呢？啊，未来成佛时有三十二相百福庄严啊，就从今天发心立愿开始。还愿经云：菩提心者，犹如一切佛法的种子。未来成佛，就是以今天发心立愿为起点。这是何等殊胜甚深的因缘呢？菩提心意云：菩提之心，成佛之本。大师应曰：莫过于此。啊，愿以大众共勉之。信哉，信哉。就是行安大师啊，说呀，我愿意啊，和大家共同勉励来发菩提心，这是啊，值得庆幸的盛事啊，是无比的幸运啊，无比的幸运。全文呢就是啊，基本是讲完，这个是讲解的哈，讲解这个劝发菩提心文，简单的讲解。在我们汉地呢，有成千上万的道友修持净土，求生极乐，但很多人呢不知道发菩提心的重要性，不知道发菩提心是成就净土的正因。这次呢，这里就先讲净土宗祖师劝发菩提心文，也是提醒大家大力的弘扬菩提心的教法，努力实修菩提心。这样好的文章呢，应该多宣讲多弘扬，让人人都知道发菩提心，都发起菩提心。当然了，我们还有这个发菩提心的传承啊，修法都有啊，在这个广论中啊，我们有关于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啊，实修的那种窍诀都有讲授，那我们也要学习。那么这个十种因缘呢，其实都包含了这个修法了。我们这次呢，这个劝发菩提心文呢，大概就是讲到这里啊。我们呢，把这个讲文的善根回向世界佛教的复兴光大。那法界众生都能发起菩提心来，早成佛道。好，我们就讲到这里。